与新井轩在多部八点档中都有相当精湛的演出，加上他外形相当甜美，因此拥有许多喜爱他的粉丝。根据 ET Today 星光云报道，井轩在节目上对于自己的感情事总是侃侃而谈，像是和机师前男友过往的恋情便相当广为人知。而就在三日，他透过经纪公司向大众坦诚自己曾有过一段婚姻，且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井轩表示自己在大学刚毕业时就和前夫步入婚姻，这是在出道前的事情。而目前大儿子已经六年级，小儿子则是五年级。过去因为没有人问起，所以他也没有主动和大家提起。虽然和前夫的婚姻未能走到最后，但井轩和对方仍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。孩子们每天都会和爸爸视讯聊天，过年时也会带他们回前公婆家，让爷爷奶奶能和宝贝孙子好好团聚。在去年，两个儿子都从南部搬上去和井轩住，如果偶尔拍戏繁忙的话，井轩妈妈也会帮忙照顾小孩。虽然可能会有辛苦的时候，但井轩甘之如饴，更在脸书写下，我很幸福，因为我有两个很棒很帅的儿子，并谢谢外界给他的鼓励与祝福。至于目前的感情生活，井轩坦言自己单身，身边其实不乏追求者，但因为拍戏繁忙没有时间谈恋爱，自己也希望能将空闲时间留给两个儿子。无论未来井轩是否再遇到让他动心的对象，都为他献上深深的祝福，相信他一定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好妈妈。